觉得你只要说话我就觉得还能忍受，只要是说话我就觉得他是在乎我的。当然所有的一切我觉得只要你是愿意陪伴他一直在他身边的。喜欢是放肆，而爱是克制。这里蛮好住的呀，有点像。哎，啊！他还在吗？啊！我的妈！不要张嘴！不要，下去。啊！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ndy， 今天来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的家。从电梯出来就是我的房间啦，然后这边就是我的鞋柜，然后我们进门这边呢就是我的一个吧台，然后我就放了很多我自己喜欢的玫瑰花，然后这个玫瑰花其实是已经干掉了的，我每周啊或者每两周都会再换一些新的玫瑰花，等晚一点的时候我再把它插起来。这边是客厅，我比较喜欢这种大大的客厅，就是我家的这个江景，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喜欢。哇，那边太阳好大。这个地方是我自己平时睡觉的房间，是我的主卧。先带大家看一下我睡觉的床，然后这边也是，它跟那边客厅其实是通的。好，这边是我的一个一个化妆的地方。这边是我的一个一个秋冬的衣帽间。今天来大家参观一下我的衣帽间，风衣、大衣、羽绒服，就是贵气逼人，千鸟格大衣。好，全是小香外套。这里面是我全部的眼镜，稍微有点乱啊，时尚感的一个单品。